欢笑中，恐怖再现。Apple Store 今期推介。瞓着嘅，喂，点啊你？系瞓唔到咯，瞓唔到，系啊，太挂住我啊，可能系啊，送得萝卜糕佢咧，多谢你，点解你会喺度噶？我梗系知你瞓唔着，挂住我啦，咁咪整啲好嘢俾你咯，咩嚟噶先？估唔估到系咩？萝卜糕咯，萝卜糕啦，冇错，萝卜糕加。咩啊？年糕，所以变咗咁样。所以变咗咁样啦。嗱，瞓唔着啱啦。Edmundpoon.com 又有好介绍啦。咩嚟噶？呢嚿嘢睡眠机，咁有三个字啊？睡眠机有咩用嘅先？有咩用？我梗系唔知啦。搵个专家出嚟好嘛？哇！你仲带多个人嚟添啊？喺厕所，好啦，突然间出现啦，认识呢位咧就叫 Cross 啊。Hello， 大家好。呢一部机就喺香港，你独家代理喎。冇错，我哋独家管理公司。系嘛？咩嚟嘅咧？咩睡眠机咧？呢部系美国制造嘅 Doom 除噪助眠机，佢主要用 White Noise 嘅技术咧，系帮助你呢啲瞓唔到嘅人入睡，或者瞓得唔好嘅人咧，会瞓得更好。真系？梗系啦，试试嚟。试试我插个掣吓，插一插佢啊。插啊！好啦，插着咗之后。咦，佢似 UFO 咁有声噶咯喎！喂，你坐低慢慢。咦，唔好意思啊。哎呀，佢有冇坐住个 bra？ 大字。好啦，喂，点啊？其实呢部机美国制造就好简单嘅啫，用就好容易做，系有两段风铃，咁你校啱自己可以仲转唔同嘅频率。哦。校啱你一个中意嘅频率之后咧。呢種聲音咧，我哋俗稱叫 white noise， 咁係一個好平均、好柔和嘅低頻聲音，可以幫你個腦放鬆，幫助入睡。同一時間咧，佢都會阻隔其他出面你唔想聽到嘅聲音，譬如出面嘅車聲啊，隔離另一半喺度打鼻鼾啊，甚至乎好嘈嘅嘢啊，咁佢都會隔絕咗佢，等到你容易啲瞓，容易啲入睡。當唔明喎，你話隔住都大，如果佢嗰個鼻鼾聲其實好大聲，我聽到過都照。你係會聽到嘅，但係咧可能有十咁大聲嘅時候咧，你可能跟住隔住咗嘅時候得翻二咁大聲啦，咁你會舒服好多嘅。咁唔係等於冇曬佢啲聲，咁但係咧你聽起上嚟咧啊～明明係砰砰砰，又喺隔離打裝咁嘈嘅時候咧，都變咗小鳥依人咁嘈啦。即係話你喺一個睡眠嘅情況之下，你不停聽到呢個聲，你已經習慣咗呢種聲音。冇錯啦，好似罩住咗你咁樣。係啦，咁我哋嘅原理係佢呢個圍包圍咗你嘅時候，金鐘罩咁樣，其他外來嘅聲音咧就會幫你擋住曬，擋翻出去啦。咁你個腦咧就會舒服啲，容易啲入睡。係。我見呢度好似有唔同嘅速度調校。係㗎。係啦，佢有兩個速度嘅，咁就睇下你。慢慢試，中意邊一個速度嚟試，咁啊或者教一教呢度唔同嘅風速、唔同嘅頻率嚟轉，咁 <Okay. S 1> 全部都係一個 white noise， 好低頻，令到你腦好放鬆、容易入睡嘅聲音。啊、我知呢部機咧，其實喺北美都好受歡迎。好受歡迎啊！咁其實佢而且呢一部機呢一個牌子係唯一一個產品俾美國睡眠協會認證嘅，咁冇其他同類型嘅產品。美國睡眠協會就幫啲人去瞓覺嘅啫，咁呢個產品就唯一一個產品佢係授權去認證咗去幫人瞓覺嘅。唔怪得知你咁好面色啦，係我哋咪咯，即係你係日日都靠佢幫手瞓覺。咁同樣時間，譬如小朋友瞓覺又好，甚至乎讀書可以開著去，或者公司啲人哔哩哒啦、隨便包閉開著咗嘅時候咧，都可以俾一個安靜嘅環境你去專心做嘢。OK， 嗱，所謂咧 ，Edmundpoon.com 啦嘅 Edmund Store 啊，下嘅 Edmund Store 嘛，係咪先？永遠都有啲最好嘅嘢咧，就介紹俾大家嘅。咁呢個咧就係香港暫時都未有乜滯㗎啦，未有乜滯㗎啦，係啦，係嘛？咁所以你都以一個最優惠價錢咧。就賣俾我哋嘅觀眾聽眾係咪先？聽得 Edmund 講嘢多，瞓覺嗰時都驚啊嘛！我要聽下呢啲嘢啦。咦係喎，即係睇完節目驚驚地開著佢瞓，瞓冇錯。咁應該會好瞓啲。瞓得好好多，係嘛？咁樣係嘛？冇錯。好啦，咁啊嗱，醒俾你啦，誒真係。好啦。咁希望你日久好瞓啊！唔送啦。O K， 好啦，多謝瞓覺。戴翻個 bra 啦，唉，真係啊！拜拜。拜。即上 www.edmundstore.com 有买趁手，顺货到手。好，再听多个电话先，有李小姐 ，Hello， 伟儿，系两位，你哋好。喂 ，Hello， 你好。系点啊？咁我就想讲翻两年前发生嘅嘢嘅。
咁就係咁嘅，咁我姊妹佢喺兩年前就燒炭自殺死咗啦。嗯。咁所有嘢就係、是、我做啦，即係佢身後事。出殯儀啊，即係所有嘢啊，嗰啲嘢全部都係我做嘅。咁、好啦，就喺一個月後之後，即係佢發生，即係佢過身之後嘅一個月後就火化啦。咁嗰陣時大概喺十月頭左右啦。咁就係咁嘅。火化完之後咧，咁我就發夢見到佢。嗱，發夢係咪有後著嘅先？係。OK， 好，請講，繼續。咁發夢見到佢啦，咁佢就講話。我好挂住你，咁就想见到我，嗯，就想见到我，咁就话其实我都唔想咁样嘅，估唔到个后果咁严重，系，咁冇啦，我就答翻佢，我就话其实我都预咗你会咁做，咁因为先前佢都有讲过提起自杀呢样嘢，系，因为佢同佢男朋友分咗手 ，OK， 有讲起。自殺啲嘢，咁我哋一班 friend 咁安慰佢啦。咁嗰陣時就其實普通咁傾偈嘅啫。咁佢就講話，其實如果我一個人自殺，我覺得好寂寞。咁身為姊妹嘅，係咪應該一齊咧？咁同我講。咁我就笑笑咁答翻佢啦。咩叫一齊啊？即、就、係、是、意思係一齊自殺。嚇？係啊。有冇搞錯啊？即是他本身就在这里讲话 OK 好、如果自杀的话你觉得用什么方法最好那我就说你咪傻啦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会生气、那他都不出声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死的没问题我会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两个人太寂寞不如凑够四个人啦即是他的男朋友和我的男朋友打牌吗现在要凑够四个人是啊就是讲打牌啊啊就是讲打牌啊！即系你唔好开呢个玩笑啊！即系大家有时啊，因为嗰阵时即系大家都想佢开心，即系唔想佢咁悲哀，唔想咁悲伤。系咁好啦，到翻去火化之后啦，咁我就发梦见到佢揾我，咁佢同我讲你记唔记得我哋嘅承诺？咁其实嗰阵时我发紧梦，自己又知道见紧咩人，知道自己发紧梦嘅其实。系。咁跟住冇耐，佢话不如我而家想实现翻个承诺，承诺系啦，你落嚟陪我系啦。其实嗰阵时我就已经系准备眯埋只眼，佢啲语气、佢啲态度完全系两个人咯，即系啲眼神。好啊，咁都系梦境啫，系咪？系，但系我系感觉到我，即系我见到佢，我系感觉到系毛管动，同埋佢嗰个眼神系。好似系想食咗我咁啊！好啦，嗱，我哋唔好再讲梦嗰啲假设性嘅嘢啦。咁事后发生咩事？事后之后，佢走过嚟捻我条颈上，咁我眯埋只眼，突然间有人攞只手，好似攞住串佛珠，之后我擘大只眼，我见唔到佢，咁我就揾，我就叫佢个名，之后佢咧就喺道门后边同我讲话：你想唔想攞嚟陪我？洞门后面已经是真实的画面来的真实的是的你的洞门后面是啊醒了个人醒了你见到他在后面我一呆啊是啊是的跟着之后我一呆跟着我已经是找来找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心里面已经知道他是不是回来找了我跟着之后好了真实走在洞门后面是真的见到有旧东西跟我讲的咩叫有旧嘢？即系见到有个人啊，系佢啊，有一团嘢。系啦。咁我谂紧我自己系咪眼花 ？OK。跟住冇耐之后咧，你头先睇到嘅只系恐怖在线部分嘅精华片段嚟嘅啫。想睇晒说话好简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30登入去 admin.com 就睇晒全部嘅节目，系免费噶。咁但系你都可以啦。
自己 download 下載幾時睇咪幾時睇啦。咁呢個咧就是一個月費啦，聲音嘅$25，睇埋視像嘅就$35，任君選擇嘅。只要登入去 admanpoint.com 揾到個付款方法咧，你就知點樣俾錢噶啦。好簡單，有 PayPal 啦、支付寶啦、銀行入數，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人夫七樓俾錢都係可以噶。唔好諗咁多啦，即刻行動。